在开始静坐之前，可以先选择做一点简单的伸展运动，深呼吸，调整自己的坐姿。非常彻底的去割舍对于世间的贪跟忧。我们平常的时候，那个内心它最大的驱迫力，大概就是对于娱乐、情境这边汲汲营营的得失，在追求，在盘算。下定决心的，起码在接下来的禅修的时间，心尽量不要去跟那样子的活动相应，而是让心跟着呼吸中的平安感相处，或者身体内在的平安感相处。你在做这个那个觉知它的那个同时，充遍了身体，充遍了自己的呼吸的同时，你就会感觉得到原本的一股盲目向前冲的那个冲劲，它马上得到一个缓解。去熟悉这种沉淀的滋味，缓冲的滋味，定力开始的时候的粗糙，它的症状，你越去熟悉它，你就越能够清楚进入到禅定的路径。原始佛经里面讲述到禅修的技巧，常常用到一个词汇叫 Pahidadasa。一般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把它叫做努力，但是这样子的翻译呢是并不尽善尽美的。英文的翻译叫做 resolute， 这是更接近那个字的原意。 resolute 就是它有决心，它有坚定这样的意涵。他这里面具体举的具体提到的意思，指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有很多不同种的声音，有很多不同种的要跟不要。那这些不同的声音，不同的要跟不要，它有的时候是互相冲突的。如果你的惯性是只是盲目的去遵循着，去追随着内心当下的要跟不要，当下的冲动，当下的声音，那不需要很久的时间，你就已经是被冲向了一个不可预测的一个轮回的境界里面。那你若你要有一个好的方向，然后坚定的在这个好的方向上面继续的前进，心无旁骛的，不受到干扰，不受到诱惑，不断的只是朝着这个正确的目标前进，你所需要的这个特质就叫做 Pahidadasa。 那这个决心巩固你的信念，确立你的方向感，所以你坚持在做对的事情，坚持在你的内心修正自己，净化着自己。
不愿意去盲目的服从心里面那些不如法的声音，那些只贪求着眼前的利益，可是却置你的长远的利益于不顾的那些声音，你要学习不要去理会它，要巩固你的善的信念，这样叫做 Pahitatasa。我们一边留意着禅修的主题，一边来练习巩固着自己的信念。你选择一个你熟悉的、容易用得上手的禅修的主题，好比是去留意在呼吸的触感之中那种安抚的滋味，好比说去留意呼吸的触感里面那个提神、那个活络起自己的神经系统的那种效应。也去留意身体正在放松当中的触感，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主题，你的这个修行是有一股坚强的正面的能量在支撑着你。这个坚强的正面的能量就是你的信念，你确知这个是有意义的，这是有益的，你在为了你自己的长远的幸福在努力，这是应该做的，值得做的，这是应该要认真的付出你所有的资源去做的投资，这是一个你不会后悔的投资。一边观察着触感，专注于你禅修的主题，一边感觉到你这个修行的努力，它是一股正面的能量在支撑着它。尝试着把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能量，这样的一个信念稳定、巩固。那个感觉好像是你把那个信念当作是禅定的业处一样，你让那个信念变得越来越不动摇，你让那一股支撑着你的正面的能量是非常的明显的、稳靠的。好像是一个军人，他为了他更高的使命感，义不容辞的站上战场的那种心情一样。我们现在追求的目标是唯一杀的，就是杀烦恼贼，要不然它是全然是无害的，它是只有利益的。我们生命里面有算也算不清楚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种的目标，不同种你有可能想要去追求的人事物，但是你巩固你的信念，没有一个是比得上眼前的这一个
前的这一个，他会带给自己从幸福再提升到更高的幸福，从光明再进入到更纯净的光明。这条道路是挖掘出所有的盲点，所有行为上面的污垢，通通都会净除的一条道路。人世间真的是没有比这个更尊贵的，没有副作用的。要巩固你的信念，坚定不绝的，你可以感觉到，如果你让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能量支撑着你的修行，你整个那个禅修的那个力量，那个亮度都不一样的，你是处在一个跟昏沉相反的那种状态，有高昂的斗志，认真的态度，那种愿意全然的付出这样的心情。佛陀他说，这条道路是不放逸的人才会成功的，认真的人才会成功的，真正有心的人才会成功的，努力的想要向善，想要止恶的人才会成功的。所以你必须要让你那个心里面那个符合佛法的声音，是最强而有力的声音，是你最习惯性依靠的那个声音。其他那些不符合佛法的，也不符合善的，不如法的，你就只是姑且听之，不要盲目的遵循那些声音。一边在专注着，好比说身体的触感，好比说呼吸，一边你也观察着自己的信念，自己的诚心，它是不是巩固中，帮助它稳健、可靠、不动摇。你让这样的能量伴随着你，身心是完全脱离开疲劳的，是脱离开无聊的，是脱离开烦躁的。你知道你有多么巨大的潜能，然后这个巨大的潜能是只有你在这样子精诚所至、精识为开的状况，它才会被释放出来的。有人能够保持着这样子的认真，保持着这样的诚心，你的突破是非常的迅速的。
如果有一些朋友听到精诚，听到认真，联想到的是紧张，是紧绷，是不舒服，那么就请你记得佛陀他所讲的弹琴的比喻，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心弦不要太紧，不要太松。那太松就没有声音了，那这里面是不够热诚的。太紧一样，那个弦是容易断的，所以你要怎么样发出那个和谐的声音来？你要怎么样的卖力用功，然后同时是不断的深度的去除紧张感，去除紧绷感。学习在卖力认真之中得到快乐，那种自己的时间是有意义的，在付出，自己在善用着自己的生命，在开发自己那些好的潜能。你心里面可以感觉得到，它是伴随着扎实的感觉，充实的感觉。这个扎实充实的感觉就是你定力的一个部分，所以你的定力不是硬邦邦的，不是只是盲目的专注而已，你的定力是包含了扎实感，包含了不动摇的信念，包含了那个融入在触感里面的舒畅。学会把这几个要素柔和在一起，把调和在一起，这些要素都帮助你身心宁静稳定。锻炼这个向善的信念，让它在日常生活中都是那么样的稳定，就是那么样可靠。你甚至在做小的事情的时候，你都会记得，你记得你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那记得
自己内在是还有漏的，还有盲点的，还有毒舌的。所以念之在之，小的地方都不轻忽的，这样子改善着自己。然后去感受那种蓬勃向上、勇猛精进的那个快乐、那个充实感，知道自己的时间是没有在虚度的，这个才叫活着，这样的生命才值得活。去发觉，当你认真卖力用功，你反而是远离疲劳的。当你偷懒，当你不专心，当你涣散，当你放逸，那反而是时间更难熬的。所以学习在做任何的有意义的事情，都是这样的卖力认真。Nothing is too trivial, has to be beneath oneself. 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太卑微的，让你不屑去认真的做，而是把那些任何卑微的细小的事情都当作是自己可以静心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在工作的场合不快乐，觉得你的能力没有被充分的发挥，提醒你自己，你在工作的场合是可以锻炼得了，好比说你的耐心的品质，好比说你认真的品质。工作不是只是坐在那里而已，不是只是在经历着那些 motion 而已，
也是可以选择锻炼那些良善的态度，良善的内心的特质。同样的，还在面对着身体当下的姿势，呼吸当下的触感，也看似细微的事情，你都在静心中。练习在安静之中去涵养着那个正面的能量，那个诚心，那个信念。所以诚心信念这些正面的能量，它能绵绵不绝的。它是不会让人疲劳的。当你越认真、越静心、越用功，你就是越深度的放松，越深度的休息，越深度的安静，在这里面得到越多的滋养、张扬。学会这样子的一个良性循环，用正面的能量培养你的定力，用定力所产生出来的宁静感来涵养静静力。所以你能够在几乎是不耗损体力的状况之下，这样子的投入，
接下来的十分钟，大家可以选择走路、运动、卧禅、休息。不管你选择用什么样的姿势或者活动，请继续禅修。